哇，我现在想好多的亲朋好友都一同分享了我们新人的幸福了。大家都哪里？我都是哪的？是不是我们新人这个组合的幸福的玫瑰剩不多了？哇，好快的，我们新人的幸福小礼物已经分送完毕了。那接着这里呢，我们的新娘子非常美丽的一个情歌要来献给我们旭平，这不在我们的 rundown 当中啦，所以这算是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那我们给新娘子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OK， 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新娘子带来这首情歌，献唱给我们的新郎官，也献唱给所有今天所有一位的嘉宾哦。非常的甜蜜哦！现场的嘉宾，让我们再给新娘子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我常在想，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看到我的家人也泪交流，我的。哇，非常的甜甜蜜蜜，谢谢谢谢，邀请我们新人礼台上请哦，现场的嘉宾再用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来祝福恭喜他们。